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了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44页第一行，32种大丈夫相，这是48愿的第四愿。世间人好像每一个族群里头都有这个说法，贵相啊，富贵人呢一定有富贵的相啊，那么人间相好的是帝王相，特殊的好相，一般人呢都能感觉到啊。那么古印度认为转轮圣王居足32相，转轮圣王之外只有佛陀啊，佛陀也居足32相啊。那么不居足32的，或者当中缺几个相的，那都是些大乘啊，从政的是大臣，在家的那都是高士啊，有德行有学问，富贵人家啊，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为什么世间成就大事业，成就大功名，一定是多生多世所积的功德。那如果不是续世累积的功德了，这一生当中做不到。那世俗人认为，人间的帝王，他能做到皇帝，一定是过去生中世事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了啊，才能修成帝王的地位。一般大富长者，这一个地区的首富至少也是五世人
啊，拥有财富的，啊，香港的地区首富，我们有理由相信，过去生中无事积功累德，欢喜财布施，啊，他在得大福。如果是法布施呢，他就学术学问地位很高，啊，受到世人的尊重。无为布施一定是健康长寿，啊，人中之瑞也。啊，那么转轮圣王可就不简单了。啊，真正是不值千万年的，遇到一次。啊，转轮王有没有？有，不在我们地球上，啊，在另外的星球上。称他为转轮圣王，最重要的是他有轮宝。啊，轮宝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交通工具。啊，我们这个世界有些人讲到飞碟，飞碟就很像经上讲的轮宝。啊，他的速度很快，飞碟上有太空人，那个太空人大概是转轮圣王身边的人物，啊，派他了各国星球上去巡查一下，啊，真有，啊，他不是天人，他不是神，他是人道的。如果是天神，有神通，他不需要交通工具，啊，他有神足通，啊，那就更高明了，啊，那么他是人。福报比我们这边福报大，啊，大福报的人住在的星球，那个星球一定比我们殊胜，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啊，所以他有这些交通工具，啊，能够控制这么大的佛缘。啊，在我们想象，啊，经上也是这么说，转轮圣王，王四天下，啊，那个王是统治的意思，四天下是东南西北，好像银河是他的中心，啊，银河系这么大的范围，啊，他都能够统治他。那么哪三十种啊？三十二种呢？这古印度人说的，印度的风俗习惯啊，各种天人，皆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是为第四月啊，第四月称为三十二相月，三十二种大丈夫相，又名三十二大人相，简称三十二相。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转轮圣王也具此相。啊，《大智度论》第八十八卷里面有，啊，讲到佛现此大人相者，因随此间阎浮提、中天竺个人所说，啊，则为现三十二相。智度论里面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这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实在。佛，不要说佛了，菩萨、阿罗汉都没有相啊。
这个要知道啊。啊，阿罗汉也能够随身音量。啊，为什么？他我执破了。我执破了，哪有相啊？着相没破执。啊，所以四果阿罗汉就真的没相。初果这个身呢是个麻烦事情。啊，六道都有身，身见，每一道都执着他的形象，认为他是他自己。啊，人执着自己身体，啊，畜生也执着他身体，啊，小道蚊虫蚂蚁他也执着他身体，认为那就是他自己。啊，还有更小的细菌，肉眼看不见的。啊，还是执着的身体，那个身体很脆弱啊，啊，每一天都生死很多病，啊，不知朝生暮死啊，生死，如果说跟着波动现象生灭的，有啊，不但有很多啊，啊，那个生灭现象，一秒钟生灭多少次？我们看弥勒菩萨的报告，那就是2240兆一秒钟。啊，这种生命业障重啊。啊，在哪里？在地狱。啊，地狱。不是说一天一夜了，一弹指，万死万生了，啊，死了再生，死了再生，那搞这个，啊，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对佛经上讲的体会比较深一点，啊，是真的现象，不是随便说的。那么这是中天竺，就是现在的中印度。啊，印度分五个区，东南西北中央。啊，是中印度国人他们的习俗。啊，认为32相是好相。啊。啊，这个说法说得好。佛本立相而现相者，顺世间习俗故啊！啊，那么佛现相是因缘，这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人，缘成熟了，可以接受佛陀的教化，能够依教修行正果，啊，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现什么样的相呢？一定要现跟这个众生同类身。佛要叫人，他要现人相；佛要叫天，他现天人相；佛叫畜生，现畜生相。啊，不现同类相，不能够聚在一起。啊，要度化他，帮助他。一定要现同类身，啊，所以在人间所现的这些人相，所以现人相呢，这些人相好，啊，好相呢，通通在他身上都看到了，啊，这么多的好相，说明他的智慧，他的功德。多生多劫修成啊，啊，令人仰慕啊，所以现你们说32相好，他就现32相。
法界次第。下卷啊，法界次第是有上下卷，下卷这里面说如来应化之体，现此三十二相，以表化身众德缘起，圆满到极处了。是见者爱敬，啊，看到的人欢喜，尊敬他，只有圣德可从，啊，这是至少是世事修行的，不容易啊。那很多人失掉人生，来生就得不到人生。啊，世事都能得人生，可见的这个人持戒修行，啊，真精进，啊，才能得到。啊，人天众尊，众生之王，啊，这就是指转轮圣王。故为现三十二相，啊，那佛出世也有三十二相。佛的三十二相比转轮圣王三十二相来得殊胜，每一个相都现得很圆满。啊，佛是无量劫来修行没有间断过，啊，他是圆满功德了，所以他现的相当然跟转轮圣王不一样。啊，人间帝王要实施，转轮圣王我看至少要拜师了，啊，没有拜师，他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那还有千世万世，啊，那佛是不可数了，没法子说了，久远劫他就成就了，啊。那么此三十二相。下面念老引用三藏法师法术啊，第四十八里面说啊，三十二种啊都说出来了。第一个足安平相，我们的脚心啊不行，你在地上踩个印子是弯曲的，佛是平满的。啊，这个东西无法骗人了。啊，佛的相，佛的教心是平满的。啊，啊，足里面没有凹进去的地方。啊，第二种呢，千夫轮下，这个足下了有轮的形象。啊，有轮相，就是佛的这个教心。啊，我们有一些纹路，纹路都不整齐，啊，都很复杂，啊，佛有轮相，佛是圆的轮相，啊，三，手指纤长相，手指细长，这是佛相，啊，那么第四，手足柔软相。啊，手足柔软，啊，你要跟他握手的时候，你会感到真有这种富贵人。啊，你跟他握手，他手像棉花一样软的。啊，第五啊，手足慢相，这个少见了。啊，手指脚趾之间的
有慢，就像那个鹅牙一样，它这里有慢，很细的慢，它连到的。那我们这里没有，那空洞的，这没有，啊，这个很少见。啊，这个手足软的我们见到，啊，这个慢相没见过，啊。第六种呢，脚跟满足相。啊，我们的根叫根啊，足中啊有挖进去的，佛的脚中是圆满的。第七，足腹高好相啊，这是讲脚背啊，脚背高而且圆满啊，串如鹿王相啊，串是骨肉，就是大腿啊，大腿佛之骨肉啊，先缘如鹿王的啊，这个也出生里头鹿的大腿也很圆满啊，佛的这个圆满就像鹿的这个大腿一样。第九呢，手过膝下，手长过膝盖，啊，这也很少很少有，啊，那相传说了，哎，不一定是真的，说刘备啊，手垂下来过手膝，是吧？那么第十，马鹰藏相，啊。佛之南根密藏体内啊，像马鹰啊，这个马你看啊，它的这个根呢，它收在这里面，它不露在外面啊。第十印呢，身纵光相，这是说高低跟两只手张开来呀，它是平等的啊，两只手张开跟他的个子高低是一样的啊。第十二个是毛孔生青色相，一眼毛孔生青色之毛而不杂乱啊，这个是也很难得啊。第十三，身毛上密相，身毛之头右旋向上，迎佛者啊，这个我们看我们的汗毛，我们的汗毛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形啊，他的汗毛一定是右旋啊，一定是向上啊。第十四，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啊。那么这个金色的意思，我们能看出来，印度是生在热带，热带的相是紫红的啊，这种颜色啊，那么佛的这个相呢，也就是这种颜色啊，身金色。金它还有一个表法的意思，就是不变啊。五金，金银铜铁锡，除金之外都容易氧化啊，唯独黄金不会啊，所以金就特别贵重啊，所以佛的身相取这个意思好啊，像金一样它永远不变啊，色相不变啊，好看。啊，十五，长广一丈相，
佛身上有光，常光是不断的啊，他的光有一丈。我们现在画佛像，画顶上的圆光，还没有画身圣光。少数的佛像有画，佛的身光一丈，啊，身方光明，四面各一丈。第十六啊，皮肤细滑相，皮肤软滑者。十七呢，其处平满相，其处是两足、两掌、两肩及相中，就是颈子，这七处都平满，没有缺陷。啊，我们这个身体的七处都有缺陷，啊，它平圆满，啊，这都是好相。第十八呢，两翼满相，啊，两翼是，我们这是这里，我们这是挖进去的，不是平满的，佛的相这是满的，所以我们这一看，跟佛就差很远，啊。第四十九啊，身如狮子相，啊，身体平整，威仪严肃，如狮子王者，啊，这个雄猛的狮子，啊，佛表现在外面的威仪，啊，像狮子王一样。第二是啊，身端直相，身心端正，无逾曲者，于是驼背弯腰啊，这类是他的身体端正、正直啊。第二是一肩圆满相，两个肩膀圆满丰腴。二十二四十尺相。居足四十尺，我们一般人只有三十二个牙齿，佛有四十八齿，啊，二十三呢，齿白七密相，啊，牙齿白整齐，啊，排列了很密，啊，说四十尺啊，皆白净而坚密。这都是好相，啊，第二十四，四牙白净相，这个四牙是讲这个牙齿里面的门牙，我们中国人叫门牙，啊，这个最大的牙齿，啊，白。颊车如狮子。两颊隆满，像狮子之颊，这颊是腮，我们讲这两旁边，啊，我们这往下别下去，佛是圆满的，啊，这相就好看了，嗯。那二十六，咽喉、咽中津液得上位相，佛知咽喉中常有津液，凡事物啊。因之的上位相也，这个东西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我们在经上看到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佛的心想最真、最纯、最干净啊，所以他吃的东西透波供养，有的时候碰到什么呢？碰到乞丐，这经上都有记载啊，乞丐看到佛了，
想到佛那么伟大，我自己贫穷落到乞丐，没修福啊，把自己讨了累饭的时候供养佛，希望佛给他种点福啊，佛就接受过来把他吃完了啊。那有的是很难吃的，到佛的口里都变成上味，果然不一样啊！啊，佛是最圆满的啊，没有丝毫缺陷，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到佛口里都是甘露，都是上味啊，毒药也变成甘露了啊，有这种能力啊，我们要学，不要有分别心啊，都是一样的啊，长久了就能得这个上位。我相信海贤老和尚晚年得到了啊，所以他吃什么都好吃，看什么都好，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第二十七呢，广长舌相啊，这个舌相也很难见到啊，舌广而长，柔软细薄，展翅撑出来则覆面而至于发际，它的舌头撑出来可以把脸盖起来啊，舌头可以舔到头发的边缘啊，广长舌相啊，广长舌相是不妄语，佛在经上告诉我三世不妄语，你的舌撑出来可以舔到鼻尖，三世不妄语啊，有啊，不是没有啊，很少啊。第二十八呢，梵音深远相啊，这是佛的音声，清净，凡清净之意，佛之音声清净远闻。第二十九啊，眼色如甘清相啊，眼睛之色了如甘清者啊，我们中国人黑眼珠啊，西方人是蓝眼珠啊，印度人是称这个甘青色的眼珠是最尊贵的啊。三十，眼睛如牛王相，就是眼毛殊胜啊，像牛王，牛的睫毛长得好啊，佛的睫毛啊，也像牛王一样啊。三十一，眉间不好相，两眉当中有白毫，右旋长方光也啊，实际上是两根毫毛卷在一起，在这个眉的当中啊，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两根白毫啊，白毫会放光啊，它能表法。三十二呢，是顶沉肉髻相啊，肉髻梵音无色念，翻译成中国叫肉髻，顶上有肉，隆起为戒行者啊，好像说头发
锁在头顶上，啊，他头高起来的这一块，啊，那么也叫无间顶相，这个极放光，啊，有一些天人、菩萨想看看佛顶，啊，升到佛顶上去，看到的放光，看不到顶，啊，只看到光，啊，所以叫无间顶相，啊，没有人能把在上面能把它看清楚的，啊，是其他经论与此大同小异，啊，说的三十二相，妄习思缘。依此愿故，众生生者，借居诸相，不加修德。啊，问：居住此相，为花开后，还是将为前也？啊，是花界花开前，还是花开后？答：不待花开，是生的故。你只要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啊。那在此地我们知道佛说法，这是应机说法，实际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身相之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观佛的报身，佛的报身不是三十二相，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表圆满，啊，大圆满，啊，身相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换一句话说，从一个身体就看到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上就在身相里头，啊，这是真的。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而实际上呢平等法界，啊，怎么平等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弥陀四十八愿加持，到那个地方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并没有说凡圣同居土例外没讲，啊，生到极乐界统统都是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要搞清楚啊，太难得了，太稀有了，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地步，要无量界。这个法门的时候，这一生就得到啊！不要去受无量界的辛苦啊！啊，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佛劝菩萨，菩萨不相信；佛劝二乘，二乘也不相信。啊，为什么人天当中有人相信？还有畜生道里头、恶鬼道里头、地狱道里头，哎，居然有相信的。啊，这个信息佛说了，《大乘经》上佛常讲的，能够相信这个法门的，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到的听到这个法门能生起信心，就说明你无量劫来
生生世世你修过这个法门，你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了得无量诸佛冥冥当中的加持，你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你在这一世缘成熟了，你就能往生啊，真简单呐、真信切愿，切愿就是我们真有一个巴不得早一天去往生啊，这样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念念不忘净土，念念不忘阿弥陀佛，我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这个念头要强，强过我们对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欲望。我们有个大欲望，就是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他就能去了。那念佛的功夫是你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品位高下不要紧，那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之菩萨，平等的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啊，阿弥陀佛了，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通通都包括在里头，你念这一句佛号通通念到了，一个都没有漏 啊一切经一切咒都包在这一句名号里头，这还得了吗？啊，你要是真明白了，真相信了，会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其他全放下了，其实我全都念到了，我一个都没缺啊！难得在今天这个时代，海贤老法师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这不能不知道啊！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家庭贫穷困难，没饭吃了啊，他要过饭，他爸爸要饭的时候被土匪打死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要饭，家里没办法，20岁出家去了啊，是为生活逼不得已啊，家里少个人啊，让他母亲带小儿子，相依为命啊，他出家很孝顺父母，开荒种粮食，收成之后把粮食背到家里，寺庙跟他居住的家里100多里路，他走路背回去供养母亲了，9年呢没中断啊，到他小弟弟过世了，母亲一个人他不放心啊，把他母亲请到山上来啊，方便照顾啊，在他母亲在山上一住，住了27年，一直到往生，86岁往生，自在往生啊，在家学佛的好榜样啊，说走就走了，没有劳苦，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海贤跟我们做的样子啊，这个人凭什么？他有3个优点，一般人不能比的。第一个优点，老实，
第二个优点听话，第三个优点正干。啊，师父看出来了，师父不是平常人。啊，能看出这个人是个法器，将来一定有成就啊。啊，那要告诉他一个好的方法，把最好的方法告诉他。为什么他不怀疑？他能接受。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还附带说了一句，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了不能说。那为什么不能说？不是时候啊！我们想到慧能大师，唐朝时候，那个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能大师得一钵之后不敢说，要到猎人队去躲15年，这才出来啊。为什么？嫉妒障碍严重啊，不能说啊。老和尚这一句话就不是平常人能说出来的啊。他知道他将来大彻大悟，啊，所以他的师父传戒师那也是明心见性的人，要不然他不认识，他说不出这个话出来。啊，那么我们照一般的状况来想，净土圣贤录、往生传啊，还有许多山志里面记载的，这些修行正果的人啊，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就能往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那这个时候，那《楞严经》上下的大势至菩萨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什么时候？是现在。阿弥陀佛，你见到了。啊，当来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你见佛。一个念佛往生的人，在没有往生之前，至少3次见佛。第一次是功夫成片，阿弥陀佛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寿命，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你，把信息告诉你，啊，你的心踏实了，不会变更了。第二次见到是你往生的时候快到了，多半是一个月佛来通知你，你好料理后事啊。有长的3个月啊。我早年在新加坡居士林的林长陈光平，他是3个月啊，3个月佛给他约定时间啊，日期约定时间，到时候佛来接
啊，准时一点不错。啊，第三次见佛是佛带他走了。啊，佛带他走的时候，他并没有断气。啊，他坐上莲花了，才断气。啊，所以都算是先前见佛，往生者至少三次啊。我们要争取啊。啊，怎么争取？真正放下。啊，最真诚、最恳切的心求生解脱。啊，这个世界毫不贪念，万缘放下。啊，断恶修善。啊，弘法利生，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成片。啊，不是说不做事，做事不会不相干，放在心上就不行了。啊，做佛事也不能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要这样子行。啊，这一生成就啊，好啊，不能再等了。这一等，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啊，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缘分，好不容易哦。这个缘不是轻易遇到的。你看这个是地球上70多亿人，几个人遇到啊，很不容易，要珍惜机会啊，把机会掌握住抓住，我一生成就啊，再不干傻事了啊，这干什么都可以，立誓练心啊，练什么呢？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生嗔恚，在境界里练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就练这个。啊，我起心动念放在心上，就不清净了。啊，事上有分别，心上没有分别，这就对了。啊，世上为人分别，跟大众相处嘛，他分别，我是跟他一样分别，啊，不标新立异，啊，我随顺你们，啊，你们放在心上，我不放在心上，不一样就在这里，啊，那么对，海贤老和尚的功夫真别，我估计像他那样的性格，那样的禀赋。3年可以得到啊，3年往生的人太多了，那些往生人多半就是得到这个功夫啊，佛来送信息，他就要求佛，我的寿命不要了，你带我去，佛很慈悲就带他走了啊，要不然哪有那么巧，念佛都是3年走的，那想不通啊，啊，是什么？是自己放弃了，不要了啊，佛慈悲带他走了，在这里，这才讲得通。啊，那么没有去，没有去，啊，没有要求佛带他去，或者是佛教他表法，多住几年，做好样子给人看。啊，海贤就是这样清醒留下来的。啊，要不然他的寿命，我们一般想。也不过就70-80啊！啊，他的师弟82岁走的，妈妈86岁走的，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怎么可能到112岁？佛交代他表法，给他任务。啊，他修得好。啊，修得好就是完全生活在戒定慧中啊。
他的戒就是传戒受戒的时候，三皈五戒十善，沙弥略依，比丘戒、菩萨戒，在受戒的时候听过一次，那是他年轻，他22岁受戒，那个时候受戒53天呢。在受戒期间当中，这些基本戒律老师都会讲一遍，带大家念经念一遍，他都能做到一生不犯戒律，一句佛号得定，得念佛三昧，又何况这一句佛号里头就具足一切戒律。具足84000法门，无量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他得功夫成片之后，顶多3年到5年事业心不乱。再有3年到5年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我看他的爹估计他得事业心大概30左右。得理业心呢不超过40岁。得理业心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法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都是相同的境界。这一开悟什么都明白了，就是师父交代他后头这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对他的师父很佩服。所说的都兑现了。我们再看底下第五愿，生无差别愿，这一愿很重要。我们看经文，断真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成就。这愿得了吗？我们看注解，在第五愿，生无差别，愿曰过中众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往生去的容貌形色习戒端正洁净等同一类，若有差别及好丑之分，则不成佛。所以极乐世界真正平等世界这是一切诸佛都没想到的。他怎么想到的？他曾经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取长舍短，那么身有差别就不是好事情身形貌好的且傲慢，心貌差的先生自卑感，这不是生烦恼吗？完全一样，跟谁一样？跟佛一样，是大皆大欢喜，没有差别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重视它了。到极乐世界不是前面讲的32相，而且是法性身，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转是成智了，什么时候转的？应该是坐在莲花上转的，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完全转过来了，阿赖耶没有了，他这个莲花就是转世成智，妙极了，所以花开见佛无无生，这是讲花开见佛里面，见佛每个人提升，大佛都提升，最高的提升到无生人的菩萨，无生人是第七地也。七八九地是无生人的，七地是下品无生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再往上去，十地、十一地、妙觉，极灭人，这最高的，这是我们讲禅定功夫最高的。所以花开见佛，好的能够达到七地，那差的也不会落在初住以下了。初住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嘛。又何况智慧、神通、道理平等。都像阿弥陀佛一样，通通是得阿弥陀佛加持，所以到那个时候才知道真正感恩阿弥陀佛了。不是阿弥陀佛加持，你要修到这个程度，那真的要无量劫。说此愿显示极乐个人，等同一相，等是平等。相貌都一样的，无有差别了。故谭鸾大师曰：“以不同故呢，高下一心，高下即行呢，是非一起，是非即起，常轮三有啊，三有就是六道轮回。是故，阿弥陀佛考察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有这种事情，所以他心起大悲心，起平等愿。极乐世界人相貌、身心，乃至于神通道理，通通平等。世界。发起此愿之本愿，不希望众生生烦恼，他有这么个办法，这是别人没有这个办法的，他有这个办法。下面一段呢，是第三章。第三章第六愿，俗命同愿。请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俗命所作善恶。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才明白了，我们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
干的是什么？全都明白了。在这一段里面，念老住得很长啊，非常丰富。这一章说明极乐世界的众生具足具有弥陀第六愿，宿命同愿。啊，第七呢，下面这一愿是天也同愿，与第八这一章里的有三愿，天耳同愿。啊，通者神通之见者，穷情神意所为不测了，为之神。啊，神这个意思啊，你看中国造字，中国人造字我记得我第一次80年代那个时候到北京去看黄念老啊，顺便看看赵普老，也拜访了宗教局。啊，那是叶小文当局长，就告诉我，是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啊，我说我听说，我说神什么意思？那什么叫鬼神迷信？我说不是啊，你看中国这个字。你看中国人对神什么概念啊，这个神左面是个士字啊，士字它的组合要写篆字就很好，很容易看出来，篆字是个上字啊，上下的上字，下面有三条啊，那个上是什么？是上天啊。这三条是什么？垂象啊。为什么画三条？今天科学也讲现象，宇宙的现象把它归纳为三大类，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就是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那三条啊，上天垂象这三条啊，在佛法里面讲就是阿赖耶识三细相啊，业相、转向、境界相，这边是身子，你用篆字一写啊，这三道关口这里通了啊，完全通了，通达宇宙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这个人就叫做神。他说那这样是这无神的就想不通了。我说是啊。啊，与一般概念当中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啊，谁能够通达呢？孔子能通达。老子也能通达，中国历代的神仙通达啊，在印度释迦牟尼佛通达，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不少人都通达啊，所以神是人呐 啊通达这自然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的，这称之为神。
神通啊！啊，神没有不通的，样样都通啊！啊，我们给他这样解释，他就明白了。啊，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中国传统文化里头没有迷信。啊，那你说鬼神？鬼神有？我真有啊，不是没有啊。啊，鬼神跟人一样，是一道众生，是一类的众生。这众生里头有我们看得见，有我们看不见的。不能说看不见的，就说没有啊。啊，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多。啊，那科学用仪器来观察。啊，眼界就打开了，啊，虽然大开，还是看一小部分，还是没有看透彻。啊，所以所为不测，他们所作所为，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在成为神。啊，所作无容，容是容思。啊，自在无碍，他没有障碍，这叫通啊。神通有六种，啊，这是佛教的名词，称为六通，即虚名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与漏尽通。那么此六通中，第六为神，啊。指阿罗汉漏尽通，阿罗汉之前有前五通，没有漏尽通啊，所以前五通凡啊，一生一口得知，一生是不是人，天道、畜生道、恶鬼道啊、地狱道。也有能得到的三界诸天，皆可依果报而自然感得前面五种的神通，甚至鬼神也有小通，但不能得漏尽通。此漏尽通为圣者所证，须断尽烦恼方为漏尽，这个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必须把烦恼断尽了，这个通就现前了。啊，有烦恼这个通不能现前。啊，实在讲，这六种神通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啊，不是修来的，本来的。修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迷了自信，它有障碍，它不能现前。我们只要把障碍除掉，它自然现前。啊，本能啊，智慧、神通、道理，都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经教里佛常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啊，心外无法，就是一切法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慧能大师开悟，哎，他就说出来，他五句话最后一句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整个宇宙。那是法、佛法，通通包括在里头。从哪来的？心生的。所以宗门有一句话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这叫明心见性。
你只要明心见性，这个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你没有丝毫障碍。啊，所以佛教求学，什么时候毕业？明心见性就毕业了。啊，没有明心见性都不能没毕业了。啊，用什么方法？戒定慧三学。啊，戒是守规矩。你不守规矩，你得不到定。啊，得到定是定就可能开慧、开智慧。啊，它是这么来的。那么方法里面头一个就是要信，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你跟佛就没有缘了。而且要真信，要信得彻底，不能有丝毫怀疑，叫真信。那我们修净土的一定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这个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建立的，啊，他怎么建立的？前面我们读到了，啊，他是慈悲心特重，想帮助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太可怜了，迷得太深。啊，帮助他们能够在一生当中都能证得佛果，啊，可不可能？理上讲得通。为什么？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凭这一点，啊，能令一切众生快速成佛，有的本来是佛，啊，本来不是佛，那就麻烦大了，那就难了。本来是佛，啊，要怎样帮助呢？要有个最好的修学环境。一般人修行困难，要长劫、无量劫修行，都是环境的障碍，没有那么好的环境。啊，所以阿弥陀佛知道，我一定要给修行人创造最好的环境。啊，最好的环境让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学习，他不生烦恼，那成就就快了，成就就踏实了。啊，还要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麻烦就大了。啊，他造这个极乐世界是为我们造的，啊，他早已经成就了，啊，他在那里住持。啊，干什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在《弥陀经》上讲的。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这个话我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去体会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教学，那不教学就错了。啊，戒定是身教，慧是言教，啊，三业都在教导啊，身行言教啊，啊，他到中国来，是中国帝王把他恭恭敬敬请来的，啊，请来之后。跟我们中国这些儒道啊一接触，我们中国人佩服他，他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我们全部接受了，啊，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那就是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用清净心，你才能学得到。啊，你的心不真诚，啊，不恭敬，啊，心不清净，都没办法。所以学习必须要有这三个条件。成功失败呢，那就是老实、真干、听话。哎，能有这个禀赋啊，好。这是什么？是圣贤的根呢，佛菩萨的根呢。你有这个根，再有这么好的学习态度，没有一个不成功。啊，海贤给我们表的法表的太好了。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农民出身。啊，他小时候就跟着大人父母在田地里头工作。所以他一生的专长是农耕。经验丰富，虽然没有读过农业学校，经验丰富啊。啊，出家之后还是开荒耕种。啊，因为在他这个时代环境不一样。啊，在这种贫穷的农村里头，小庙没有人来烧香，没有人来供养，你怎么活下去？所以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啊，小庙里面有几亩田，不够啊，不够生活。开荒，啊，山林、野外这些地没有主的，啊，他就开。啊，他的一生当中，开了14片。荒地总面积100多亩，啊，种植粮食、蔬菜、水果，再种树，啊，我听说他一生种了10000多棵树，啊，那么这些生产吃不完了。他又不卖，啊，把这些多余的粮食蔬菜供养贫穷的农家，啊，生活有困难，他都救济，才不是啊，这就内财外财通通有啊，圆满了，啊，给别人做这么好榜样。啊，这个出家人，啊，到处救济穷苦，啊，法布施、无畏布施三种布施，他都做得圆圆满满。啊，学佛叫人念佛，啊，就一句话，碰到人一叫，时时刻刻叮咛，不要把佛号丢掉。啊，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其他都是假的。常常劝导大家了，啊，他自己做模范，生活不离佛号，工作不离佛号，待人接物不离佛号。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心清净，所以他得一心不乱。啊，他能做得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念佛不妨碍生活，不妨碍工作，
不妨碍应酬，什么都可以干。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决定要认识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像一场梦。啊，你想想看，昨天过去了，还能回来吗？完了，是现在，现在过去了。啊，过去别想了，未来也别想，他没来，你想就大妄想。啊，现在，现在念佛就好，真妙极了。啊，接受他的教化，跟他学的人多。啊，我们净宗在最近这个20年之间遭遇了困难了，啊，多少人反对夏莲居的会集会，反对黄念老的脊柱，啊，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反对，我说我不敢反对，为什么？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我要是反对的话，那我的罪名就确立了，被死叛道。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还是照干，我不反对，因为我相信老师不骗我。啊，老师非常爱护我。啊，我也不是盲从，啊，我也是用了一番心血，在接受净土之前就30年，啊，我讲经教学60多年，啊，前面30年我对他有怀疑，啊，后面30年我完全接受了，啊，我说我接受从哪里接受的？我从华严。法华楞严，我把这里的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回过头来看净土，相信，啊，不是迷信，啊，也不是老师教我相信，啊，教我相信的应该上上根人，我不是上根人，啊，我还怀疑，一定要自己把道理、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我才死心塌地相信的。啊，感恩老师，啊，老师的劝告到后来起作用了。啊，随着神通，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尽了，他还有无明烦恼，还有尘沙烦恼，啊，这个阿罗汉有，啊，他只断见思，断见思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见思烦恼一断，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这四种法界现前，这四种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他迷在见思烦恼，见是你的看法全看错了，思是你的想法也想错了，啊，佛教学把它归纳，为了方便起见，把见思烦恼分为5类。啊，见错了，第一个身见，啊，把身当作我，错了，身不是我，为什么？我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身体会有生灭了。要晓得不生不灭才是我。生灭不是啊，那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我不愿意穿的时候可以换一件。人在六道里的身体，六道里的这个身坏了，换个身体。我永远长存呐。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么有人说，灵魂是不是我？灵魂是我，但是他不叫我，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迷了。所以灵魂这两个字有问题，不能叫迷魂。迷魂，孔老夫子说得好，他在《易系辞传》里头讲游魂，游魂为变。这个讲得好，为什么？它速度太大。你比如像我们在香港要到美国，它一年之间才得到了。它没有障碍，而且速度非常快。它没有身体。所以应佛家讲的灵性，就是自信，灵性生活。那学佛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是你见性。你见性就成佛了。这个是我，要搞清楚。身决定不是我。决定不要随着身起贪嗔痴慢，那就造罪业了。身也帮助你修行正果，就看你怎么用它。你要善用好，是佛菩萨，是圣人。你要错用它了，六道凡夫。或者是三恶道众生，你搞贪嗔痴慢，那还得了啊？那不得了啊！所以这第一个错误的看法，《金刚经》上教我们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绝对正确，这个看法正确。后半部就讲得更高了。不但像是假的，念头都没有。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念头都不起。这对呀。第二个错误的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对立的。讲长就有短，讲大就有小，讲真就有妄。讲善就有恶，这相对的，相对是假的。通通等于零。这个世界没有相对，没有相对就告诉我们什么？学体。相对是分裂的，一体。具足万德万能。你讲善是一部分，讲恶也是一部分。都没有讲到全体，所以边界破这种执着，不再执着了，知道万法一体，万法一如，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的。这古人说，一金作气，气气皆金。你从气上看不同，你从体上看完全相同。所以佛教我们要从相上去见性，那就对了。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电视屏幕是自性，屏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那现在呢，现在现象是融在一体，但是你要会看这里头相生灭，屏幕不生不灭你要能从相上看到不生不灭的屏幕，那就叫见性了所以
相上不要执着，相上不要分别，就见性了。对于相上一见，马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这就是各造轮回业。你在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在你面前消失啊！你就是生死了之后，那个是迷魂，迷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性不在轮回，灵性是自性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就样样放得下，我们要搞真的，不搞假的啊，这就对了。啊，那么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他也是用阿赖耶识，我们用阿赖耶识用错了，都用不善的这一面。四圣法界人聪明，全用善的那一面，那就善悟。十法界里就善悟啊，四圣法界是清净啊，净。六道轮回是染物啊，染物里面有善有恶，善有三善道，恶有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六道轮回没出去啊。所以阿罗汉修清净心啊，心地清净，没有善恶，他超越了啊，但是他还有分别，他还有无明，无明人起心动念，必须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知佛解啊！起心动念就不是佛了，菩萨。有分别执着是凡夫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啊！就是要在屏幕上这个相里面啊，动画的相里面看出它不动的本性，这就成功啊！然后你对于动跟不动都得大自在，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吗？啊，那是什么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也是假的，啊，自性里头没有的，啊，只有一念不觉这个现象才出现，一念觉这个现象就断掉了，就没有了。断掉之后是什么现象？常寂光。啊，所以你看净土法门最高的一层常寂光啊，完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就是一体啊，像我们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了，光跟光融在一起啊，分不开了啊，这个时候智慧圆满了。为什么我还东西很多东西没有学啊，他们都学了，现在都变成光融在一起，所有人学的我统统都沾到光了，全都在我这边了，妙极了啊！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啊，真的大圆满，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没有了，没有距离啊，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佛现前给我们看，佛从哪里来的？楞严经上说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讲得这么好，他没有来去，他没有跟我没有距离啊！啊，所有的一切佛菩萨
神明啊，一切众生给我们统统都没有距离啊。如果有距离，那个麻烦是他没有距离。所以只佛菩萨只是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回头从来回头，从起心动念回头，别起心动念；从分别回头，不要分别；从执着回头，别执着了。那就是圆圆满满，本来是佛啊，回归到你的本位了，你真的大圆满了啊！这个里头学习啊，这其味无穷啊！啊，就是一部经啊，那么多经，那么多经都是一部经，一部经就包含一切经，你喜欢哪样就选哪样，任你评选啊！众生选我这个好啊，比他那个好啊，不知道是一样的。到整个修入进去之后，哎呀，原来是一样的，所以才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看一句阿弥陀佛都通了，那我再问，我念耶稣啊，能不能通？能通，用什么都能通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法是没有障碍的，法法圆融啊。所以大乘教常说，会的哪一法不是佛法？所有宗教全是佛法，所有的神圣全是阿弥陀佛。不会的呢，哪一法是佛法啊？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不是不会嘛，你分别嘛，你在这上分别执着嘛，你不会嘛啊，那就把它变成世间知识去了。错了啊，它不是世间知识啊，它是不可思议，真正是微妙法啊。你懂得这个经是微妙法，这个名号是微妙法，然后知道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全是微妙法，没有一样不是微妙法，心开意解啊，得大自在啊，法喜充满啊。好，我们看底下这段经应注意者，经中极乐众生所具之通，远超于经论中禅令禅定等所得者啊。这是念老提醒我们，我们都感谢他，很难得啊。极乐世界一切往生的人，不管什么品位啊，上中下三辈往生啊，九品往生，不管是哪一个等级，他们所得的神通，实际上智慧神通道理啊，跟佛所说一切经里面讲的禅定，他们都是用禅定得到的，跟极乐世界不能够对等看待。为什么？禅定是你自己的功夫，你禅定前身到哪个阶段，你能看到哪个阶段。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给我们的，所以啊，他就特别高，他到顶峰去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然后是我们为什么感谢阿弥陀佛
感恩他，那不是他，我们要从禅定当中修的，要修无量劫。他这样一来的，这个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在西方给我们建立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修学道场。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国家，它里头没有国王，没有总统，里面也没有士农工商，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阿弥陀佛，另外一个十方去的学生都是菩萨，四徒全是菩萨，大菩萨小菩萨，但是一到那个地方，四十八愿一加持，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你看很像，但是不迷惑，不会认错人，人相貌都一样，不会认错，而且每个人都有神通，能看得出来你前世在哪里，你是哪个星球来的，你是哪一道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不会认错人，我们这边麻烦，有双胞胎样子一样，常常搞错了，极乐世界不会，没有这种现象。下面举例说，例如凡夫之须明通，能知不过八万劫。经云无量劫之何也？这不一样啊！凡夫的神通是讲天道，天有欲界天，欲界六层，色界十八层，四禅分为十八层，无色界四层，他们这个修四禅八定，最高的，他们须明通能知道八万劫，那八万劫以上的他不知道，极乐世界人神通比他们高的太多，我们今天修升天难呐，比到极乐世界还难呐，我们升天能升什么天？欲界天。欲界天的神通没有到八万劫，大概一个劫都没到，你能知道个几百世几千世的这个能量，不是很多，不是无量的，西方极乐世界所得的神通跟阿弥陀佛一样，所以盖以极乐众生仗佛本愿力而居大乘不共之通，故远胜于凡小，凡夫小乘不能比啊。深真解，这是日本净宗的祖师，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就叫真解，他那里面说小乘前无通，没有漏尽通，前面无通，唯一四根本定修得的，漏尽通呢，以四禅位置中间即三无色，这个三无色就是四空天，无色就无色界天，这个执无色定，文中三字
或为四字之物，这是因为四禅啊，四空啊，四空它是有四个等级啊，它不是三个啊，就是四空天啊，四空定，生四空天啊，盖八定者，乃色界之四禅，与无色界的四无色定。这是小乘人修的啊，所以他定中境界有限。我们今天讲的不同维持空间，我们人生活在三度空间，比我们高明的四度空间、五度空间，现在科学证明有十一度空间啊，十一度空间应该到欲界天了啊，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但是决定不能跟极乐世界的相比啊，极乐世界它全通的，它那个通的能量跟诸佛如来是平等的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搞清楚啊。大乘以一切禅先能知，今此经所述大义于彼说啊，跟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都不一样啊，一切人天皆以佛愿为所依也，极乐世界一切人天都是阿弥陀佛本愿为依靠，故云阿弥陀如来本愿立为增上缘。那四赞里头也说三明自然成佛愿，须臾获长的神通，他神通得来太容易了啊，三明六通啊，三明跟六通是一个意思啊，三明是佛所得到的，六通是菩萨阿罗汉所得到的啊，所以三明自然成佛愿，成佛是阿弥陀佛啊，须臾须臾之间立刻了或长就得神通，这个神通跟佛的神通没有上下，其容通于有漏禅为所依也，故彼国天人之通非修得者，他不是修得的，他没有修禅他得神通了啊，而且神通了确实超过一般修禅啊，是不待修而自得成就，又不同于诸天报得无通啊，升到天上无就有无通，它是果报啊，升天就得到，但是能力都有限啊，乃以弥陀之修德为因，依如来愿力而酬得安然安乐自然的报德，是以胜于长途之报德啊，比一般修行所得的超出太大太大，故要其人不于四经律中而修神通因，直视彼土任运生得之果报，不亦乐乎啊。
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对这些经文深信不疑，啊，我们愿心增长。这一生当中，就办这桩事情，求生净土。啊，其他的，别人都不沾。啊，在这个世间，只要普通的日子能过得去，就快乐了。啊，像印光大师所说的，海贤和尚也讲：衣只要穿得暖，饭只要吃得饱，不必挑剔。啊，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矣，多快乐！啊，所以我们应当要修净土，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有成就。啊，有成就就是决定的生净土。啊，这是成就，生净土等于成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